近半世纪，桃园国际机场旧塔台目迎目送每架航班，送往迎来每次聚散，分分秒秒坚守那份对飞航安全的信念，引领航机及旅人抵达想望之处，梦想展翼，航向天际。桃园国际机场旧塔台于民国68年2月26日配合机场开放正式启用，坐落机场中心，高46公尺，是机场国门的显著地标，也是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。10楼是管制作业室，负责最重要的机场航班管制工作。8楼是航空气象台，负责观测、预报、守视机场天气。再加上各项通讯、导航、监视、机电灯光及航管系统等设备，提供完善的飞航服务，守护飞航安全。随着国际间经贸、观光旅游与文化交流等活动蓬勃发展，航空运输市场急剧成长，桃园国际机场起降架次逐年攀升，客货运量大幅增加，使得原有的第一航厦不复使用。民国89年第二航厦正式启用后，加上两岸直航、联航兴起、新南向等政策，旧塔台的工作量也随之更加繁重。一天去塔台，我就记得嘛，80架次，第一天，当然以后就逐渐的增加了。是。回顾旧塔台启用之初，每日服务航机起降不到100架次，但到了108年时，起降架次已成长到平均每日730架次，客运量也由首年约400万人次，108年更成长到4868万人次。桃园国际机场旧塔台见证了台湾经济起飞与民航观光产业的发展。随着航行量增加，塔台多次增添各式系统与仪器设备，航管作业席位也需因应增设，作业空间已不敷需求。这个塔台象征着整个中华民国航管界的一个最高指标，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到这个塔台来上班真的是国家的门面，也是航管界的门面，是一个标杆了、真的30几年的机场必须要翻修。曾经我也经历过2年跟着同仁们一起用单跑道，就是只有一条跑道的状况之下，承载着一天还是有500-600架次的飞机的情况之下来作业。在旧塔台里面的空间是相对的拥挤的，那休息的空间是不足的，维持高强度的张力，而且同时能维持住这整个极高品质的飞安，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因应运量成长需要，飞航服务总台办理桃园机场塔台及整体园区新建工程，历经7年规划设计与建设。在那一天，我们前前后后做了相当多的前置作业，然后在两边完完全全的一组人两边同步作业了几乎了5-6个小时，等到总指挥一声令下，我们马上转移过来。感谢所有同仁的努力，同一时间几乎是无缝接轨到转移到新塔台。新塔台于108年12月启用，管制室面积较原先大2.5倍，高1.35倍，且360度视野无遮蔽，并建置一套整合型塔台自动化系统，提升安全水准及服务效能。旧塔台守护飞安40载，考量结构老旧并临近新塔台，且有影响管制视线之余，故办理拆除。由于新旧塔台相距仅30公尺，为避免影响新塔台作业，拆除工程采用传统打除法，由旧塔台顶部往下逐层进行拆除，
施工团队小心谨慎进行每一步骤，确保安全。旧塔台如今圆满功成身退，我们特别保留原址一楼部分墙体结构，重新设计成为园区景观的一部分，留存史迹，以志不忘。这非安是第一，对吗？非安是第一的。走过风起云涌年代，唯一不变是对飞航安全的文化传承，而这份坚持将由新塔台继续坚守，持续为桃园国际机场及我国的空中交通安全把关。 ANWS 飞航服务总台。